画出来。这是我就是说把另外一种方法告诉你，你将来你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参考一下哪一种比较方便一点，然后再画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比较准确一点。我画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这样画。 OK， 然后再那如果要它转弯的话，这个翅膀会看出来。我们先把这个翅膀先解决。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另外一面，所以这样子。尾巴，我刚刚是用另外一种画法，就是说先把嘴巴弄出来，我们再画其他的地方，然后身体这个时候再把它弄出来。So which way is easy? This way or this way? Huh?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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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这回头的 ，OK， 这是回头的鸟 ，OK， 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淡墨，深墨。这个背上呢，可以给它几个点。OK， 这个加深一点。好 ，This is another way。OK。所以完全就看你要往哪边走，比较更难的是这一只的飞的那个比较有困难度。